不是他抱我吗？是你抱我吗？对女生的腿部要求很高的，你肯定在后面卡住。我觉得我应该起来，我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试一个，我来起吧。就这样扣在他腰间。我抱你啊，我抱不动。你可以拖往后仰一点，但这个对男生的腰部力量也很要求。对，就两个人都可以带被子。好，来，有没有什么技巧啊？这个就先搂着他脖子，然后他要往他腰间上。要让他腿面夹头，对，然后从腰这儿用力。好，然后棍儿不要再摔下去。来吧，来来来，走两步。好，走。来一下。哇！哇，你可以啊！这里有一只大象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有一只大象狗，团长，团长，勇敢的，勇敢的面对。没有，我突然感觉这像可以啊，你这像一个子弹横飞的战场，你要想活命，你就赶紧跑。我天，真的受不了，又来了。